各位法师、各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，请大家跟着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传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始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阿舍利传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始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阿舍利传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始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请睇《大经科注》第912页第三行，睇起科呢段系科文，劝力修善。释迦牟尼佛将业因果报的事情同我们讲完之后，极力劝我们要认真修善。在这里我们深深体会到世尊苦口婆心，历代祖师包括黄念祖老居士用心良苦，我们能体会得到。请看经文，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，欲何待苦？这几句话念老注解里头讲，劝喻世人舍恶修善，后面是念老依照经文劝我们，于是世尊哀之，劝醒世人，何不趁此强健之时努力修善，将欲待至何时也？人一生难得遇到机缘，机缘要知道，要抓住，你就会有成就。机缘失咗之后，好难再找到。学到要机缘先会有成就，弘法亦要靠机缘，发真情心，发清净心，真情不自欺，
清净无染污，无被五欲六尘染污，不被外面环境影响，愿不退宏法利生的宏愿，四宏誓愿不是读下就得的了。发完之后，一生一时一刻都不离开，度众生的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断烦恼的愿，成佛道的愿，修法门的愿，佛菩萨会同我们安排。佛菩萨安排了，问题是你有没有高度警觉，这一点很重要。环境会变，人心会变，现在这个时代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多变的时代，成就自己要呢就快速，要呢就退转，进亦快，退亦快，始终保持精进不退的少有。保不住的多啊。我劝同学遇到这么殊胜的法门，一生中绝对成就。我只讲十个字，来一定要放下贪嗔痴慢疑，这些放不下，你的道业绝对成就不到，你没有办法抵抗外来的影响，外面来的诱惑，财、色、名、利里面七情五欲，外面财、色、名、利在这里诱惑，你能不动心吗？真能如如不动，恭喜你，你有成就。心稍为一被扰乱，你就慢慢投降，就慢慢被迷了。迷到最后好可怜，同初发心不同了。初发心还不错，还似模似样，以后一年不如一年，外面诱惑的力量一年比一年多，一年比一年厉害，你怎能保住自己？
保唔住就退心变节啦。变节必然会自赞毁他。我哋喺旁边见到，日日读到经文，佢嗰步喺边度？都喺无间地狱。唔学佛，唔出家仲好，唔会做咁重，总会轻啲。偏偏遇到出家嘅缘，我呢一生同参道有好多，推堕嘅多，成就嘅少，真系凤毛麟角。少有成就嘅，有咁嘅几个，真正好似古大德有成就嘅，一个都揾唔到，咁就叫末法。末法喺我哋眼前，我哋遇到呢个时期，所以对佛嘅劝告，我哋体会好深。呢句话是黄念老讲的，于是世尊哀之，劝醒世人，点解唔趁你身体仲强健嘅时候努力修善，善中之善，世出世间第一善，无过于念佛。念佛是真正实实在在的大善，果报在西方极乐世界，只要往生，就是你修行圆满成就了。生到极乐世界，大家知道，第一个你得到的无量寿啊，古德所谓这个无量是有量的无量，不是无量的无量，实际上这种都是分别执着。我们从理上去推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花开见佛，你说是有量定是无量，永远不会退转。凡圣同居土，下下品往生的人，他的智慧、神通、道力，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智慧德能好似同阿弥陀佛差唔多，呢种情形我哋要记住。边个同我哋讲嘅？释迦牟尼佛喺呢部经上同我哋讲嘅，呢部经越读越有味道。乜嘢问题
都解答了，阿弥陀佛，大智、大德、大能，可以话佢老人家嘅分身冇中断过。分身做咩？去十方诸佛刹土度接引念佛功夫成熟嘅人去极乐世界，就系阿弥陀佛。每个到咗西方嘅人，几乎有能力同阿弥陀佛一样，亦能现无量无边嘅分身。现身做咩？去十方世界去拜佛，拜佛系修福，同时听经闻法系修慧。到诸佛如来座下，福慧双修，有能力分无量无边身。换句话讲，每尊佛陀道场都有佢嘅分身喺度，同时福慧双修，听一切诸佛讲经，诸佛所讲无量无边嘅经卷，一时就修圆满啦。呢种场景，我哋要能体会，要能睇得准。我哋想学法，唔去极乐世界去边度？极乐世界好喺边度？就好喺呢度。你能化无量无边身，参访无量无边诸佛如来，一时成就。所以佛在这里教我们要取得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，那是什么？真信、真愿、老实念佛，你就得到了。就算在这个世间做了很多坏事，不怕。第十八愿讲得好好，就算做了五逆十恶，只要真正忏悔，信愿持名，都能往生。阿弥陀佛慈悲到极处，真正忏悔后不再做，断恶修善，个个都能往生。佛来接引，一个都不漏，再没有第二个法门了。有人问我，点解后生嘅时候讲演咁多大经大论，而家都放下啦，
念这句佛号为什么？为的是那些大经大论不是不好，我礼拜，我恭敬他，不会带业往生，都是要消业，要断恶才能成就。我们的恶习气、恶念、恶言、恶行，不知不觉他纵起现行，我们同这部经典一对照，八万四千法门我没有把握，没有把握那是冒险。这个法门我接受了，我有把握，就是大业往生。一门深入，我看到海贤老和尚的事迹非常欢喜。老和尚是我的榜样，他一生就一句佛号，其他什么都没有，尊重自尊，要宗之要，真叫精要。九十二年不拐弯，不放弃，就这句佛号。只要你肯，万缘放下，二六时中，一切时一切处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通通放下了，边有不成就的道理的？咁就是点解要选择呢一门？年老了，不分得心，不好太多，太杂了，一定要懂得一门深入，长时分修。海贤老和尚二十岁就选择这个法门，我今年到九十岁了，无量法门我只专修这一门，我先有把握，这一门信心坚定，没有怀疑。老师教我放下，看破，看破了解事实真相，特别是自己，自己的智慧德能，用佛法的话来讲，戒定慧三学，功夫能不能得力？如果不会得力，那就没把握。
遇到症状，这种是过去生中无量劫的缘分，就好像大乘经常讲的，念佛人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，现在遇到这个法门，能生欢喜心，能欢喜信受，得无量诸佛加持，咁先往生，先肯相信，一切诸佛都话呢个法门易行难信之法，你点解会相信？以前学经教57年。得到乜嘢？就是建立咗信心，对净土嘅信心，对信愿持名往生不退成佛嘅信心有咗啦。我哋亦要做个榜样俾人睇。一生不想多，只将这部经好好地认真学习，真的明白了，真的入去了，绝无后退，改变的道理，努力修善，不要等待。底下念老讲，人老体衰，难于正寿，咁讲系真嘅，唔系假嘅。我喺70、80嘅时候，精神仲好够，动作敏捷，而家唔得啦，90啦。以后我知道，一年比一年衰老，非常幸运遇到这个法门，绝对遵守祖师大德的教诲，一门深入，长时分修，念念只想求生净土，念念只求阿弥陀佛来接引我往生。人无生死，如果有生死，那往生就无意义了。无生死是真的，如果造恶，果报在三途，修善，果报在三善道，出不到六道轮回，所以那些念头通通放下，天上人间不想再住了。过去生中都曾经住过，
时间再长，转眼成空。我相信二十八层天十八层地狱通通住过，非常不容易，而家又得人生，无比殊胜的是闻佛法，是遇到正众，遇到下莲居的汇集本，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，这部经这部注解将极乐世界讲清楚了，讲明白了，等我们对他不再怀疑，断而生信，决定求生。晚年这个身体还在这里，在这里做什么？好像海贤老和尚那样，为念佛人做个好榜样，特别是要为大乘佛法佛门弟子做个好榜样。为念佛人求生净土做个好榜样，那就对了。念老引《涅槃经》道一小段经文，经常讲迦摄，释迦牟尼佛叫住迦摄同佢讲嘅，都系讲俾大众听嘅。譬如甘蔗既被压耳，压甘蔗，甘蔗汁都压出嚟啦。渣冇味道啦，用佢嚟比喻壮年成色，亦系咁样。后面念老注解里头讲，壮年成色，亦复如是。时间快，转眼就过了。这几天我抽了些时间去看《增赞增》那本书，我还没看过，宏林法师编写的，他应该花了十几二十年时间专门搜集我以前的资料，写成这本书。我翻那本书就好像回到过去，过去十年，过去二十年，过去三十年，过去四十年，通通都有。我看他做什么？提醒自己，亦就是壮年成色。时间过得太快了，学佛六十五年真的是一坛子，
圣年不在，好似经常讲嘅，既被老压，无三种味：一出家味，二独众味，三坐禅味。年老者失三种味，故应及时努力，切莫迟延。最后那两句重要，一寸光阴，一寸明光，要抓紧，要念佛，不念佛就空过，念佛就抓住了。要念佛，要求生净土，这个世间一切随缘，什么都不计较，什么都要放下。我们看下面一段，是迷教业果，分两科，前面一段三读增上，亦有两小段相续有根。世人善恶自不能见，不是看不到，是疏忽了，认为寿命还很长，疏忽了，疏忽就看不到自己的善恶，吉凶祸福惊觉作之。竞是竞争，竞争再提升就是斗争，斗争再提升就是战争。为什么啊？争利，争名，总逃不出五个欲望：财、色、名、食、睡。这五种欲望真的在这比赛，一个比一个凶，一个比一个业力大，将来去哪里，大家都是经过作之。做什么？做三途，三途里头做地狱，他在这里做业因，一口气不来，地狱果报现前，到那阵时后悔来不及了。好多人做这种傻事，不会回头，真的那些人
是听骗不听劝，我睇《曾赞曾》嗰本书，回忆学佛呢65年点行过嚟嘅，讲经57年，讲经冇中断，亦就系因为57年冇中断，对呢个法门搞清楚、搞明白啦，认识啦，选择我自己有把握修的、有把握成就的净土法门，信愿持名，我行呢条路。身体留在这个世间，我不怕苦，我不怕折磨，我不怕困难，我能做得到的，我愿意表法做给大家看。一生我冇起过道场，电视机前面嘅同学一定要知道，唔好俾人呃。如果有人募捐起道场、起寺庙，用我嘅名义，全系假嘅。如果起道场，后生的时候应该做，90岁做中这种事，那不是被人笑吗？释迦牟尼佛没有起道场，我老师教我学释迦牟尼佛，我一生就记住佛陀的榜样，他为什么不起道场，我现在完全明白了。确实有些出家人见到佛门这种生活还不错，发心出家，出家做什么？要争道场，要争做主持、做当家，这些执事，我亲眼见过。起寺庙的时候，大家搏命去外面化缘，寺庙起好之后嘈交打交，点解啊？争主持，争做当家，做知客，呢啲执事，任何人都唔服气。我完全明白啦，释迦牟尼佛点解会唔起道场？走的时候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三衣一钵好啊。佛陀在世和他的弟子虽然没有这种念头，佛法传了2000年了，用中国古人记载
而家系三千几年，释迦牟尼佛在世嘅时候，中国呢块大地系春秋时代，周朝八百年。释迦牟尼佛出世在周朝时候，周朝后面那五百年社会不安定，春秋战国，就是最后那五百年到秦始皇統一中國，政治統一，夏商周三代的統一是文化統一，中國老祖宗和世人做出最好的榜樣，這種文化統一非常適合現代，各位都知道地球社会乱了，地球上的居民没有安全感，那就是苦了。真所谓歸而不安，呼而不樂，人在世一生就希望平安快樂，這種人生幾美，安冇咗，樂冇咗，咁人幾可憐，大富大貴亦可憐。他每日享受的是苦，他不是乐。乐大概只有真正修道人，无论你修任何法门，你是哪一种宗教，为什么啊？宗教教育里面第一个就教你放下欲望，放下竞争，你能得到安乐，你能得到这一生能过到幸福美满快乐的生活。经教里头讲的我们都能懂，不怀疑，对不起，再来，不怀疑，依教奉行。佛教我们写，我们真写，佛教我们取，我们真取，取什么？取西方极乐世界，八万四千法门，亦教我们写放下，万缘放下，取什么？取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我们自己业障重，知道自己这条路行不通，快点换第二条路，这条路是无比殊胜的大道，就是信愿持名求生净土。释迦牟尼佛劝我们，阿弥陀佛劝我们，十方诸佛亦劝我们，有福的人相信了。没福报的人，
经文上讲的，这一品念头的注解上讲，本品名此土为恶，众生三毒炽盛，造恶可爱，可怜悯。初段表贪毒，贫富同言，忧苦万端。这段是初段，第二段、次段显亲毒经文，自成大怨。这段经文在后面，本段是痴毒无知愚痴，身如神暗，经常讲的。不信经法，善恶之道都不自信。痴毒之祸，伤人为命，且为三毒之本，故痴毒为患极深。这段我们要特别留意，现代一般大众讲贪嗔痴，贪嗔他容易明白，讲愚痴他很难体会。如果那个人有真正的智慧，他能将前面贪嗔放下，还有贪欲，还有嗔畏，原因是什么？原因是痴。这个道理一定要懂，一定要认清楚。为什么？搞不清楚，只要有它，临命终时往生会产生障碍。就怕这样而已。不知不得的，特别是对西方极乐世界要有真正正确的认知，你才会死心塌地向往那里。我真想去，这种叫真智慧。你不想去，多做些好事，想到来生还享人天福报，我还来人间，或者我生天，这些都是痴。
不可以不知道。人有智慧，当然选极乐世界，一了百了。去极乐世界是去做佛的，去读书的。在这里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不容易，障碍太多，功夫很难得力，到极乐世界那些障碍全无了，你六根所接触到的通通是帮助你成就你的戒定慧三学。保证你成就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就是担保你绝对成就。那几难得几稀有，能不去吗？不去什么原因如此？他不相信，相信了他不愿意去，他留恋人天福报，但是那个心又不是人天福报的心。人天福报正业三福的第一条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你问下这四句他懂不懂，有没有做到？如果这四句不懂，这四句做不到，那就跟他说三善道无份，来生去哪里？三恶道，地狱恶鬼畜生。这些话是人不愿意听的，不愿意听，他搏命在这里做，做什么你就看十善业，十善业反过来，杀、盗、淫、妄语、两舌、耳语、恶口、贪、嗔、痴，起心动念是不是跟贪嗔痴相应？言语是不是跟四种口业相应？身体造作杀盗淫，既然做这些业，一日念佛十万声亦无用，你那十万声佛号是假的，就被这十恶一件一件全部将你瓦解了。起心动念仲是为自己名闻利养，贪图五欲六尘的享受，点能成就？身如神暗，神是精神，如痴
我哋时时讲心、身心、身如，神暗就是贪嗔痴，身如包括杀盗淫、妄语两舌、耳语恶口。这四个字就是十恶业。不信经法，贪图物质享受，花天酒地，不相信法，不相信经，经典圣人教我们的方法，帮助我们提升，不相信，调转头，他走的路是堕落，非常不容易得神圣，一转世三途去了，三途一堕，五千劫，这句话就在我们这一页912页第二行，三途一步历五千劫，佛讲话没有一句话是假话，没有一个字是妄语，不信经法的人可怜，善恶之道都不自信，不相信啊。智慧在哪里？智慧在自性里头，明心见性，智慧就开了，自然流出来的。我们现在的误门被那些业、善恶业塞住了，智慧透不出来，透出来的都是烦恼，烦恼是从业生的。经常确确实实是这四个字，善道不相信，恶道他也不相信，你跟他讲善的他跟你笑话，你跟他讲恶的讲因果报应，他理都不理你，话而家系咩时代啦？你仲搞呢啲迷信？真难啊！痴毒之祸，伤人为命，且为三毒之本，故痴毒为患极深，极难断。佛将它归纳成五条：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、傲慢、怀疑。我们不知不得的。修行功夫用在哪里，功夫就用在这里。简单地讲，
真正修行人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的时候，眼见色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这些是标准来的。那就是佛，佛眼。起心动念就不是佛眼。无分别执着，菩萨眼。菩萨有起心动念，无分别执着，分别能放下，不分别，不执着是菩萨。再等而下之，有分别，无执着，阿罗汉。将整个佛法都包括晒了，十方三世佛无量无边的法门教化众生，离不开这个原理原则，就是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，你能不能做到清净？真做到了，对第一个清净心现前，无染污就是清净。我们经题上清净平等觉，清净阿罗汉，见思烦恼断了，见惑是身见、边见、见取、戒取、邪见，这些断了，这五种见惑断了，小乘须陀洹果，大乘初信位菩萨，你真正入佛门了，佛门的小学一年级。如果你还将身体当作我，你未入门，你读紧幼稚园，距离一年级还有相当距离。我们如果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傲慢的心通通断干净了。为什么啊？不值得骄傲，懂得再多，讲得再多，天花乱坠，身见无断，边见未断，边见是对立，而变，我和人是对立的，善同恶是对立的，正同邪是对立的，所有一切对立的概念都叫做见惑里面的第二个边见。边是两边，有见解两边，善是一边，恶是一边，长是一边，短是一边，叫边见。这个边见没了，心平等了，有边见不平等，边见断了平等了。所以身见断了，不再以为身是我，清净心得到了，有起心动念不再分别，平等心得到，平等是菩萨，清净是阿罗汉，
最后不起心不动念，看得很清楚，人家问你你都能答复，人家不问你若无其事，见如不见，见同不见是同时，见是生心，不见是无住，生心无住同一个境界，生心就是无住时，无住就是生心时，这种是佛的境界，成佛了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功夫在这里用，真功夫。所以我劝初学的同学，里面放下贪嗔痴慢疑，外面学孔老夫子温和善良恭敬，无傲慢，对任何人孔老夫子都非常恭敬节俭谦让。谦让什么？于人无争，于世无求，孔子圣人实际上就是大彻大悟成佛了。我们不在这里落功夫，功夫就无根，这种功夫叫扎根的功夫，十善的根，人天的基础。成佛就更加不用说了，成佛作祖扎什么根？就扎这些根，正业三福的根。知道三毒，是一切不善业的大根大本。见思话里头讲得好，思话贪嗔痴慢疑，傲慢是从嗔恨里面分出来的，怀疑是从愚痴里头分出来的，小乘圣人所断的，小乘之中的小乘，初果须陀洹，我们再看下文，经以为前面行半经义，世人如痴，不明何者是善，何者为恶，那就是如痴。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佛的境界比世间人高，六道轮回是恶，往生净土是善，净土教里头讲的讲绝了，佛门通常讲十法界是恶，
十报庄严土是善，释迦牟尼佛的十报土华藏世界，所以真正学佛的人，无论修任何法门，就是八万四千法门修成功了，明心见性了，都在华藏世界。华严境界，净土法门比华藏世界众殊胜。净土有四土：常寂光净土、十宝庄严土、方便有余土、梵圣同居土。四土都善，无论你往生哪一土，你在那土里面学习，只有提升，没有后退的，而且提升的速度越来越快。它的殊胜，它的快速，我们没办法想象。所以每个往生到净土的人即是成佛，未成佛之前，当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威神加持，和阿弥陀佛一样智慧神通道力无差别。不要错过啊，错过太可惜了。这些世间人不知，各请己见，妄加分别，于善恶三世因果之行愧，不能相信善恶果报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这三世因果，这个规则是真的，永远不变，叫行规。心善、言善、行善，绝对生三善道，不究竟。心不善、口不善、行不善，肯定在三恶道。无例外的。故云，佛在经上讲的，世人善恶自不能见，既不知因便不畏果，但图当时快意，不惧后患无穷。这里讲到正宗了，现在社会是不是这样的？是啊，他真的不知道因，不怕果报，只图眼前享受，短暂时间的快意快乐，
不惧后患无穷，后患无量劫，不是千年万世，不是无量劫。纵情嗜欲，任意作恶，竞造，竞是竞赛、比赛，造恶因，不顾当来之凶祸，故云吉凶祸福，竞觉作之。讲得好啊！我哋揸住嗰啲经文同现实嘅社会对照，唔对照你冇发现，一对照完全相应。点解释迦牟尼佛喺三千年前对我哋而家社会状况，佢知道得咁清楚？佢好似睇到嘅咁，冇错，系真睇到嘅。佛眼，佛系五眼圆明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佢通通睇到。嚟同我哋讲，我哋如果相信，如果依教奉行，佛所见嘅即系我见嘅。我哋临唔谨慎咩？临唔小心咩？仲喺度放任咩？唔敢啦！尤其是年纪到衰老啦，住喺无常隔离，一口气唔嚟点好？咁先系大问题。所以世间人，我哋唔同佢竞争，我哋希望一生冇怨对，冇冤家，冇对头，能唔能做到？能。一切恶人恶事，我哋遇到啦，冇怨恨人嘅心，通通做还债相。过去生中大概我咁对佢，佢而家用恶意嚟对我，咁报就消咗啦。冇怨恨，冇仇敌，虾我嘅人，冇用我嘅人，都系恩人。点解啊？同我消业障，同我化解罪业，好事啊！念佛回向俾佢，如果有缘能影响佢，帮助佢回头，更好。冇缘分，佢唔愿意见我，知道我喺边度，佢躲躲藏藏，咁就唔使啦。各人收各人嘅，各人有各人嘅果报。由家常所谓，世人
以死之持祭，杀生为控，嫁娶等为吉。世人于此二事敬觉为之。这些是世间人的概念，什么是吉，什么是凶，什么是福，什么是祸。死追悼祭祀杀生，这些是凶。嫁娶，这些是吉，是福。祖师举这些例子，来同我们讲，这些例子好懂。家常同我们应该有一千年，一千年前的人那时的社会好，同现在完全不同了。现在的社会，我这个年纪看得很清楚，我们出世的时候，清朝亡了没几耐，民国建立初年，16年，民国成立16年，我出世，那时的社会风气，满清末年的风气都还在这里，我们能感受得到大家庭家道家学家教家风家业，我们由细见到抗战之前这种风气还有，八年抗战之后没了。我回去大陆亦再看不到了。现在这几十年变化太大了，现在大家学习西洋人的竞争、斗争、战争，将中华这块大地真的现代化了。现代化就是西化，和西方没什么差别。西方人的概念之中，由西从有自远就养成争，要竞争，样样都要比人好，考试都要考第一，又点知竞争这种概念大过了再提升就是斗争，斗争再提升就是战争，现在再发生战争，地球毁灭，核武战争，一个飞弹不是消灭一个城市，消灭十几二十个城市，
现代人有这种能力，所以英国汤恩比博士担心怎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。我们现在做两件事情，一个是将中国传统文化复兴起来，第二个将宗教团结起来。有什么好处？有化解冲突，促进全世界安定和谐，这种大功德啊，什么人能做到？对古人有信心的人能做。如果对古人一点信心都没有，他做不到。我们深深相信人性本善，好像三字经道讲的，一开头人之初性本善，我们肯定这种本善就是佛经上讲的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怎会变成这样？没人教，学坏了。学坏了是习性，不是本性，所以教育重要。中国古人老祖宗最叻的懂得教育，将人由细就教好了，所以中国五千年世世代代都有圣贤出世。大圣大贤出现在世间，他们怎样成就的？都是由细父母长辈将他教出来的。三岁之前，从出世到三岁是真正扎根教育。古人所谓三岁定八十，三岁扎的根，根深蒂固，到八十岁都不会变，都不会变样，就是圣人。比圣人次一等的贤人亦不会变，大样都在这里。中国教育有些外国汉学家在中国留学的，对中国古典的那些典籍真落过功夫，对中国文化佩服到极处，外国人能肯定他有信心，他读过书。不读书的人，你跟他讲半信半疑，甚至他完全不会接受。难在这里。我们将后面念老那几句话重复一次：杀业所感，三途之报为祸，世人皆以嫁娶为吉，但不知因喜庆而杀生，反成凶事，而招当来无穷之祸。此正是世人
不明善恶所招之恶果也。身如神暗者，家常所约，身造恶，故云身如；心不信，故云神暗。不信圣人教诲，这个问题严重，我们要怎取信于人，令人对中国文化生起信心，在外国更重要，那就要成立一个示范村、示范镇、示范城市做出来，他就相信。我在早年十几年前有这种缘分，参加联合国和平会议，我们在大会上做报告，将中国古老的理念、方法、效果讲给大家听，大家听完好欢喜，落台之后，那些听众多数是各国驻联合国的大使代表来跟我讲，讲得好好。可惜这种是理想，做不到。我听到这句话好像冻水淋头，我白讲了，没人相信。于是我就想，怎叫他相信，那就要做出样板出来，做样板出来就是第一个在汤池做的那个小镇，那个小镇居民48000人，我们将《弟子规》、《感应篇》、《十善业》这三种糅合埋做教材，在那个镇道办班教学，给小镇的人参加3个月，那个小镇的人真的落实了，将《弟子规》、《感应篇》落实了，小镇变得和谐，叫人看到羡慕。2006年10月，我们就将它的成果在联合国做详细报告，我们的声音大了，跟大家说不是理想，我真做到了，欢迎大家去参观、去考察。联合国真有20-30个代表大使用私人观光旅游的身份去汤池考察参观，回去在大会上做报告，大家知道了。好像这种实验
如果能多做几个，世界到处都有。我哋而家喺澳洲同文巴嗰个小城，嗰、那个小城居民，我去同文巴落户嘅时候，十年前嗰、那个小城有8万人，而家听讲有12万人，人口增加1倍。同文巴10个宗教团结起来了，我哋想邀请嗰啲大使去睇下我哋嘅宗教团结，去睇下我哋嗰个小镇和谐啦。大家好似一家人咁，人同人之间好亲切，好有礼貌。所以点叫大家早日认识，早日相信，就要用这个方法。我们看最后这部家常说，家常说曰：身造恶，故云身暗，心不信，故云神暗。这两句解释得好好。身如神暗，又静影所曰：身如神暗，心塞而闭，生死善恶，自不能见。他自己见不到，所以叫愚，叫暗，即是痴毒。三毒里头的愚痴，以愚痴故，心意闭塞，不能正信因果，不能信受经法，入于正道，对外道邪说，反而信奉，故云转受儒教。这几句话确确实实将我们现在社会3000年前讲得清清楚楚，好似佛生喺而家呢个时代咁，佢点会咁清楚？我哋见到，谂下自己仲能相信，仲能接受，呢种系大幸之中嘅大幸，太幸运啦！但是幸运对你是勉励的话，怕的是什么？怕你受不住诱惑，你又行回头路了。60年前的社会和现在比，没有那么大的诱惑力。这60年，我想诱惑的量、诱惑的技巧亦增加了60倍，或者还不止。与日俱增，那怎么好？
我哋嘅日子点过？呢个系大问题，唔系小问题。要解决，仲系要靠呢部经。呢部经要细心去研讨，仲要学习。点能同现代社会结合，令大众都好容易明白依教修行，现代人冇根，唔从根本讲起，佢会当笑话听。扎根要从儿童扎起，冇十年二十年睇唔出效果，我哋抌咗太耐啦，抌咗百几年啦，特别系呢度嘅一句话，对外道邪说，反而信奉。呢个系事实真相，故云转授如教。于是颠倒之见，相续不绝，永历生死，而其根本正是痴业。我哋点从如痴上回头？只有一个方法，读经的人多了，讲经的人多了，依教修行的人多了，社会风气才能转过来。现在难在哪里？讲经没有人了，发心出来讲经，就是如来的真实弟子，不怕讲得不好，要有这份热心，你能救佛教，救众生，诚心诚意帮助他，不懂你讲就懂了，佛力加持你。我亦要日日做，做到死为止。只要呢口气仲喺度，我就求佛加持，等我仲有声音，冇第样报佛恩。攞咩报佛恩？就用讲经。除讲经之外，讲报佛恩都是假的。寺庙已经好多了，唔使我重起。最重要的是讲经，点能追随到隋唐盛世？隋唐盛世那个时代，没有一间寺庙不讲经的，
冇一日唔讲经，讲经嘅人好多啊。所以佛教咁兴旺，大家都明白啦，都有智慧，都相信。特别是最后那句颠倒之见相续不绝永历生死，就是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的根本就是愚痴，就是痴业，生死无常，以痴为本，故云无常根本。所以生死是从果上讲的，是就是六道轮回。如果我们这一生出不到轮回，真可怜白做了。特别是在这个年代，为什么佛法已经衰到极处，你真肯发心，佛菩萨没有说不加持你的，没有说不保佑你的。为什么？你是佛的一个可靠的弟子，佛怎会不关照你？如果是大公无私，不为自己的名闻利养，勇猛精进，我深信诸佛加持，众神护佑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这里。